红豆，哎，刘经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说你今天回来了，怎么没见着你呢？这是这位，哦，这是我男朋友，这是之前的客房部同事刘经理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喊我。哎，好，回见啊，回见。 他为什么直接喊你名字？他是联系好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不搞办公室联系。你这个人规矩好多啊！哎，怎么还有花儿啊？这也是夜床服务吗？ 许经理，嗯，有空欢迎常回家看看。祝愿您和谢先生爱情甜蜜，生活幸福美满。走吧。嗯。你的凌乱，我的慌张，他都看着的吧。 却不生长，有人听，有人倚入近望，流浪，生活释放，日子是窗，远方在眼光里也可以生长。吹开吧，吹开你我脸上忧伤，心更空旷。 红豆豆，舅妈怎么样了？站起来了。我已经让泽清叔回去休息了，一会儿阿鹏过来，咱们也回去。嗯。看日出吗？天亮了吗？嗯。起来吧。 谢之阳，你觉不觉得日出有一种魔力？昨天的已经过去。 明天呢，就是崭新的、独一无二的一天。太阳为我升起，所有一切都可以解决。嗯，这是刻在人基因里的东西。人类的祖先啊，在漆黑的山洞里度过漫漫长夜。嗯，日出呢，就是最好的奖励。是，漫漫长夜的奖励。
说话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想要的就在我身边了。许红道，你可太会唬人了，一套一套的，你以后可不许骗我。我以后肯定骗你啊。你现在就准备骗我是吗？我就是为了以后不骗你，现在才跟你说实话的。我将来肯定要骗你，还会说谎，还会小心眼、自私、嫉妒、吃醋，是吧？衡量利弊，在爱你和想掐死你之间反复横跳。因为我们是人类啊，人性的弱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许红道，你怎么这样？哪样啊？我是说，你为什么把一句表白放在这么大一段话里？爱我，你只想听你自己想听的是吧？我也是人类啊，我也有人性的弱点，且很多，你慢慢发现吧。给你弄掉啊！岩石。我回去补觉去了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哪有岩石啊？我给你抠掉了，已经。真的假的？啊！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感觉你就是在骗我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放这儿碍事儿，放这儿。好。小晴啊，哎，一会儿有客人到，我们去查房。好的，老板。红豆，我们第一位客人已经在用餐了。早上好啊，我的第一位客人。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，尤其是那个枕头，是吧？我特地给你买的护颈枕。早餐呢，怎么样？米线特别的好吃。哎，珊珊，哎，你要给客人准备一份辣椒酱啊。好的，没有也可以的。我们这什么都有，有需要呢就找服务员。知道了，那我去查房了。等一下有特别重要的客人要。